各种不同的措施，我想由于疫情仍然非常的严峻，为避免人员移动，这个疫情扩散，传播疫情的风险，对于陆生各项的管理措施呢，是以防疫作为优先考量。那有关陆生返台的时程，也会由中央疫情流行疫情指挥中心，考量整体的疫情，并做专业的判断评估来决定。那由于全球的疫情持续扩散，那么指挥中心在19号也开始也限制所有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。那么政府非常关心，这个受到疫情影响无法返台就学的陆生，那主管机关教育部日前也定出了安心就学的措施，以保障陆生的受教权。目前各校也纷纷推出各种远距教学的服务，来协助无法到校上课的同学们，能够继续学习。那么各个学校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，数位教学平台以及远距教学上课这些各种不同的课程。那么考量部分的陆生可能要做毕业前的各项准备，或有不同的特殊的情形跟需求，我们也建议，有遭遇到困难的陆生，